家的，妈妈怎么样了？学生们去办的，妈妈家今天妈妈在边边坐着，里边坐。我看看今天两个妈妈家吃饭了，今天家里边坐，里边坐我那准备考试啊，家表都来考的呢。我现在这种啊，妈妈家把朋友们做那什么，你们考不了，太难熬熟不了呢。哎呀，像毛驴你妈里做妈妈们准备打的呀。哎呀，叫弟弟来准备呀吧。李碧松他家人，毛驴你妈里说，枪毙的不知道真是谁。李碧松来交流李碧，李碧松来枪毙的，人家李碧李碧说话了，第一步第一步啥都准备。两妈个，李妈，两舅个，爹妈，那不要挨那苦，他平时在睡觉，不要。我妈哩枪毙的嘛交给你。第二第二天嘛，两妈的脑子边没有没钱，咋的？第六天，阿婆嘛要的。两妈脑子边有嘛在变恶的。那都过了，只要我爹没谈恋爱呢。都不提别人知道我哪个恋爱。妈妈，看你的米饭呢，我可能是来把你带走。